虽然其实咱桃园迄个所在，因为地铁要经过的关系，所以真济餐厅甲农地都要互征收了。我们请许维会长。给我们的这个机会，在这的乡亲，大家晚上好。好。今天能够站在这边跟各位站在一起，感触良多。原来我就是讲，刚刚两万桶这里可怜，但是呢，今麦呢在灾荒，所有的人都要赶快同病相怜。现在的政府啊，就是第一个，我看的还是一样，跟我们台湾一样，偏向这位为了国家要建设一个铁路的地下化，把我们改成高架。现在不是只有高架而已，哦，他又利用这个高架，把两旁的这个居民要把它赶走，就是为了噪音、震动这些。其实，你看土门啊，高架跟地下差半嘛，无什么关系。但是呢，是安怎要利用这个高架要来搞阮关照，就是有足大的利益，要来搞阮土门所有的有七百几家的农地要甲征收，来甲破坏这个。我是灾民啊，把我们当作灾民啊，我其实我不是灾民。哦，我徛伫遮就是要呼吁咱的政府，要来建设上好的。哦，你不但不管你高架地下，拢是同款，袂使铁路局啊、铁路局袂用到阮的土地。但是呢，你今仔日就是为着伊的利益啊，哦，为了他们的很大的利益，就把我们赶走，赶走要去把农地。把它征收来，变成要把阮关去遐。啊，我拄只我有甲咱有几朋友来讲一下，就是有甲咱的越南同款啊，我们同样一个版本哦。迄个蒙阿波在讲要甲阮换好阮啦，他后来拢占掉去啊啦。哦，所以我们到今天要特别在这边呼吁，我们所有在座的我们的乡亲。我们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，给我们的政府呼吁，他们不要再做无谓乱造的事情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好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啊，特别感谢我们在座的乡亲呢。我想有一些要补充的，那个，不是，好，那么谢谢我们今天呢。我们台湾地铁促进协会能够在这边跟大家站在一起，我们永远跟各位站在一起，谢谢各位，谢谢我们加油！今天召会的朋友，我们这边有七百甲的农地要被他征收，谢谢谢谢，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他们。是台北市民的肺一样，但是我们的台北县政府要怎么用这块绿肺呢？他要把它变成看守所，甚至于我们还听说很可能有所谓的总部要在这里设厂。但是土城弹药库的农民不绝望，他们开始做有机农业，他们开始做绿色教室，他们开始跟台北县、台北市的朋友说：“欢迎来到土城弹药库，这里保留了都市的农村，这里保留了都市的淳朴。”今天他们有二十几位年轻朋友来到现场，一方面要说出他们的心声，二方面他们要教我们唱《烂玫瑰烂的心花》。我们欢迎土城弹药库。谢谢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土城弹药库，今天也是最近的一个团体哈。然后呢，我要说的就是说，欢迎的爱用台语来讲，因为我嘛是一个陈成斌呐。以前我是伫教册，但是伫四年前，为什么我不爱教册？我甘愿我倒转来做残，做残我感觉是我的最初，我回到我原来的家己。
为什么我会做残？是因为政府的不公不义，要来欺负我啥？搬油库这农民，我这农民无厝好住，四界要来去求人讲，你是不是莫来甲阮征收？所以讲，我把我的币放落来，我来举低头，我行到手拢碰趴，这是真正的代志。但是我感觉我无伟大，我伟大要讲的，就是讲，咱今仔日伫这，咱这阵的农民同伟大，为什么咱这阵农民同伟大？咱的政府实在有够袂见效。今仔日恁吃的米是谁种的？恁种的菜、吃的菜是啥物人种予因的？但是咱袂用来感激这阵农民，结果咱来打压咱这阵农民。所以今仔日阮行出来，行出来原因就是讲，咱一定要团结，团结来甲这政府讲。今仔日恁也无阮，今仔日恁无物件好食，甲带只鞋子，大家拢讲过啊。咱的自给率是偌济？30%。林刚整个的石油无啊时阵，咱要食啥？啥物拢无啊。所以讲，咱应该爱团结，团结来甲咱只政府对抗。讲今仔日恁食的是啥物？袂使忘恩负义。所以讲，今仔日讲到遮尔啊济，拄啊嘛人拢讲过啊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我简单讲一下，阮来用唱的来代表讲咱做餐人的心声，多谢大家。加油啦！感谢。